达嘞，你的阿纳达嘞，你会在这里？立刻穿短裤哎、欸，好难得。我还有穿内裤哎。哇，穿内裤太新奇了。我今天有对，就为了威廉，有威廉来很棒。我啦，是我啦。我就西班牙回来两个礼拜，时差没有。那出场以你为单位，今天穿的比较专业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抽奖，不是因为你消失了啊？你来干嘛？我来女儿来就好了。干嘛？每次都这样，很快，很快。集合中。他们现在会同时开始要看到我加一，他马上他们两个联系完之后，他们就骑完车，他们就要开始说晚上我们要不要去打宝可梦？他们现在是好朋友，所以他们现在变好朋友。那天你那个是性格很恐怖的，恐怖，两面都一样，那么恐怖，赵三，准备要走了，海姐来，阵容浩大，这个长头他受得了吗？叔，哦，有这个长廊不错。啊，这个长廊不错。对对对，一秒就到火车厢了，好特别哦。而且还有移动的感觉，铁道部。要。可是我动动啊。对啊，这个啊。现在还有茶。这个。以前还有卖完全塑胶做的，很好。逼真，加速啊！
关在这里，还有一个水窖吧。摇车可以骑进去吗？摇车可以。哦，谁的？是苏立人会来，所以又爆。他刚才听到好大一声，是谁的？看一下是谁的，我听到这个棒。谁？立人。你知道你害坑局内外胎都爆爆爆，这还没。那间，前方后方那边看到了吗？你看这么高，哈哈。玻璃门带没有踩。搞笑就只有海景。我学生呢？在上。好听。大同校长的宿舍，全是日式。继续走。你刚刚讲的人家都很刻意，就是不自然的。休息一下，看一下不要吃。感觉吃过了。对。有紧急按钮。好，就到了。廖天丁的故事。从来没有过，那么多次从来没有过。太高了，廖天的不要。太高了，头会顶到。哎呀！哎呀！
是没戴耳机，你这是一个就撞到整个，怎么一点的太高了。哇，这个也太花了，应该，所以连头一定要用，用到我中路了，用到我飞上。这个要开一下。威廉，今天白白拍照了。秋子山灯塔，赵哥不行了，我看到赵哥有点老汗，推车。入口到了，一样，体耐，四速，不落地，不落地呀、啊，四速。九公尺秋子山灯塔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日本时代的。哎，好清楚哦，基隆屿，超清楚的。山的桥嘞，在开玩笑的。到现在还没有破胎，证明苏立人并不是个问题。他来之前 ，Kenji 就已经牺牲了，我猜是这个原因。